本土樹木苗圃於1997年設立，目的是提供特別適合在香港進行生態復修的本地種源樹苗。苗圃每年生產超過25000棵樹苗，它們會種在本園或供應給本地非政府機構，以作復修香港附近的森林之用。在得到香港政府發出的許可證之後，植物保育部團隊會先在本港郊野公園收取植物種子，再於苗圃進行篩選、抽取的工作。質素良好的種子會被挑選，然後進行培苗的工序。當幼苗生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團隊就會將幼苗移植到上山區，以便加強樹木多樣性和增強它們對氣候變化的抵抗力。由2012年開始，我們用圍網去保護每一棵幼苗，並且以生物炭令土壤變得肥沃。結果我們再生森林的生態價值得到極大的提升。透過科學途徑，經過7年的栽種，一片具高多樣性由本土植物所組成的年青次森林正在形成。